規則先，我哋嗌河車，因為我哋平時唱歌河車練聲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點為之長咧？就一定要唔可以斷嘅，一於一口氣。嗱，好似咁，河車。要一啖，唔可以河車車車車車，咁就唔當係噶啦。一啖嚇，嗱，如果話開始咧，我就開始計秒，嗱，大家做證嚇。OK， 俾個手機我先。有冇？哦，你撳起開始嗰度，但係你識撳停啊？有請一號選手。一號選手，高師傅，高師傅。我哋嘅掌板師傅啊，高師傅平時你激昂領導，博足就叻咗喎嚇，唱歌我真係未聽過佢唱。嗯，好，咁嗱，準備開始未啊？緊唔緊張？唔緊張係嘛？好嗱，我預備河車就開始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河車。一號是十一秒三一一一點三一，幫我哋記住先。阿芬姐可唔可以幫我哋記一記啊？好，芬姐辛苦你啊！一一三一，十一秒三十一，一一三一，一定要少數後兩個，真係好緊張啊嘛！一一三一，十一秒三十一，四一三一 ，OK。好，等等先啊。好，第二位，阿俏姐。俏姐平時都有唱開歌噶喎，圍超圍妙嗰個圍超啊，嗱，你話開始就開始啦嚇，準備。河車。啊，好有好有。OK， 阿俏姐話讓下大家先嚇，如果佢太長咧，大家就。咁啦，咁樣，有俏姐咧就係5.95秒，5.95秒，多謝俏姐，好，多謝俏姐，好，跟住，啊好玩喎、啊、呢、這個真係，跟住啊第三席啊點稱呼啊？哦啊蘭子姐趙老師嘅學生，哇呢、這個犀利，人強馬壯啊，個個識得明師出高徒趙偉德老師係高徒，你哋大家要加油啦嚇、啊，今晚有高手喺度啊，冇錯啦，好。嗱，哎呀，話開始就開始啦嚇，準備開始。火車。快啲啊啊啊！4.98秒。大家可能太過緊張啦嚇。唔使驚嘅，唔使緊張嘅，即係譬如啊，打個譬如。好似叫阿仔翻嚟食飯啊，細仔，翻嚟食飯啦咁樣，所以唔好擔心，唔好緊張。阿林啊，其實好似好秘訣嘅嗰啲指頭，唔好提到個聲調太高咧。啊，唔係先，嗱，我俾個提示大家先。個河唔使。個河字咧唔計㗎，係個車字我直計 ，OK？ 唔好河車，我冇咗啦，佢車得唔了。啊，咁唔得嘅，入個車我直計 ，OK？等等啊！加油加油嚇，唔緊要嚇，玩啊嚇！好，你話開始就開始啦。O K， 9.35秒。好。跟住，幾謝啊！第六隻，第六隻，好。心情點啊？緊唔緊張？煙頂頂。煙頂頂啊！好，咁啊，再放鬆啲，煙頂頂都唔好緊張啦嚇。我加油！好，你慢慢試下啊。好。好。
6.60。好嘢！好。阿南啊，係。呢個頭先我睇到佢又有個鼻血啊，佢學車。冇錯啦，冇錯啦。首先吸一大啖氣先嚇，何係準備？唔好太過用力，何車啊？吸大啖氣先，車 OK 好。何車？越嚟越犀利啦！好犀利，好犀利。OK， 好。會唔會過20秒啦？嚇！你棄權啊？我認輸。唔得！我哋有體育精神噶嘛，嗬？玩都唔緊要嘅。放鬆啊！放鬆啲。學完之後咧，吸一大啖氣先至車。個車咧，千祈唔好真係好似揸車咁嘅咁要嘛？咁樣車唔好學車。好快就冇氣噶嘛，要學車細聲啲，車慢慢咁先，細水長流。OK， 好，預備。啱啦，你慢慢試就開始啦。車。車越嚟越高，又好似上坡車。OK， 都好犀利啊！有幅度啊！13.24秒。好呀！係啊，嗱，到此叻啦，嗬！好，第幾隻？第九隻朋友幫加油先得㗎。打氣啊嚇！嗱，你話開始就開始啦，開始。你話開始就開始啦。何車先開始計㗎，個何唔計㗎嚇。好，再嚟一次。何車？似乎架車唔係好穩陣喎，架車冇玩冇馬喎，架車。好，阿男士啦，緊唔緊張？咁多巾帼英雄喺度，我哋男士都要加把勁先得喎。希望啊！好，阿錢，阿錢嚟啦喎，準備啦喎。火車。18.29秒。哇！好犀利，即係果然男士揸車係叻啲嘅。好，咦？阿蟬啊？阿蟬啫。加油！加油！阿蟬啊，你啊平時啊同我幫我處理嗰啲醫傷嘅業嗰啲工作啦，咁你一定要加油喎。即我的助手都不可以差太遠喎，知唔知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即係話你冇20秒咧，你都唔好停啊！唔係，我仲要係21秒。哦，21秒喎，學刷新紀錄啊，成姐啊！等等啊！
好，准备开始。